关于我前两天相亲遇到一个白富美这件事，我们明天去领证吧。啊？今天陪我玩了一天，累不累啊？不累倒是，挺开心的。我也很开心。嗯。那个，我要回家了。啊？哦，买的东西。这个是给你的。啊？情人节礼物呢？还有两天就情人节了。你不用总给我买礼物的。那你呢？情人节想要什么礼物？要不你把你送给我吧，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你。我当吉祥物还行，当礼物就算了吧。那我现在要走了。啊，明天见。明天几点见？你想几点见就几点见。六点。晚上六点。早上六点。早上六点，咱俩还不如不回去呢。好吧，明天早上我接你，咱俩吃早餐。嗯，走吧，等会该着凉了，走。小姐，我这让你回去。不是，他们、啊、没事没事，行，告诉他我一回就回去。不行，得现在。不是他，我你也得去。我去干嘛呀？务必。